第33题，33题到36题是题组，附图一二分别为甲乙两导体的电流 I 与电压 V 的关系图，是回答33到36题。第33题问，何者属于欧姆式导体？欧姆式导体就是符合欧姆定律的导体。欧姆定律告诉我们，电压跟电流成正比，因此当我们画出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图的时候，会是一条斜直线，就像乙导体这样。所以乙导体就是符合欧姆定律的欧姆式导体。第33题问我们说，何者属于欧姆式导体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乙。